好的，欢迎回来啊！来看两场法国的 CPT 的比赛，线上赛的这个胜者决赛。胜者决赛是由 Kizzy 来对上克里姆森，瑜伽皇帝。瑜伽皇帝非常非常的强，我也做了一段时间的瑜伽玩家。说真的，这个角色很好玩，因为他的招比一般的角色要来的多很多哈、啊。然后操作起来那个 APM 要特别高，所有的招取消之间跟取消都非常的短，你要在短时间内把这些键全都按出来，就这个手速要特别快，你就感觉自己一直在操作，知道吗？非常具有操作感的角色。虽然他动作看起来不快哈、啊，但是玩起来，哎。你会发现这个角色的节奏比起任何一个都要来得快，直接一脚踩中一个脚趾，很准。克里姆森就是对于这种距离的把控上面特别的强，就一般来讲你要踩中对面脚趾这件事情，你玩过瑜伽就知道很难的，但克里姆森弹无虚发这一点就很猛啊，这没有一点时间是真的堆不出来的，而且他从头到尾就只用这一个角色，保持一个比较好的手感，是吧？现在是有一个板边，这瑜伽出板边的话，其实手段很少。看一下这边，想要去踩一脚踩不中，板边没有办法调整位置，全由对手说了算。真进去的话就很难再出来了。KZ 也很强的，像这种局对于瑜伽提出的一个最大的要求就是你不能被对手关进板边，你让对手摸奖的机会你都要给他扼杀在摇篮里，这点就很难做。看克里姆森怎么来打，重拳抓对手的空间很准，但是这一下取消的话让自己的斗气资源消耗得很快。不过瑜伽是一个有很大调整空间的角色，即便他斗气只剩一格，你只要做好自己的力回的话，对手还是很难接近你。KZ 这里跳逆向、啊、跳逆向那对于克里姆森来说好消息啊，那边离板面更远，对吧？抢到一个头，这边要进攻了，前线过去再投则，滑铲刚好偷到针，轻攻击取消，这边手上有 CA 一波抬走，伤害刚刚好。克里姆森对于自己的一个招式的这个距离感是真的很好。我自己也玩瑜伽，就我玩瑜伽是怎么玩的呢？就是我会用一些特定的招式打到那个距离，然后我知道了哦，这个距离我卡好了，这一下我出去是可以偷针的。但克里姆森不需要，克里姆森只要看到到了这个距离，我按下去那个键，我就可以获得有力，我可以偷针，可以直接压，这点很强势，对吧？这边中鸟没有摸中，中拳马上补上一个绿冲取消过去打一下对手一个消耗。那这个重吐火的话，其实在消耗当中非常好用的，无论是对空打下来还是在连段里面都会运用的非常广泛。中拳抓中对手的一个浮空，这个是 CEO 跟我讲的，如果你要对抗加米，你要赢这个角色的话，你要想办法用后重拳去抓他的空间，但这对于选手的一个要求其实很高的。那克里姆森弹无虚发，只要你敢出空间就是一个后重拳等着你。这一点上面判断不光是要反应快的，是要对对手足够了解才行。这边选择一个前跳，他没有空中任何的变相，他跳到一个正面，哎，就是主打一个意外。重拳抓中，然后绿冲取消一把火，能卡在这个位置，在一个后闪身，但这一下打不到逆向，一下这个东西不带转身效果的，成功加招，缓解了这一波。那正好说起来，就是瑜伽要出这个板面的话，说真的，没有这个金房我出去了，你就是一定要赌一个金房赌中了，然后换个边，要么你就交反击啊，就很难选。这里被投中，对手肯定要叫绿冲过来再压的，哎，接头了，这一下距离一拉开，看一下怎么说。一脚踩准，哇，踩准以后给对手挠个头，下中了取消，这边是要准备压套路了，接下来是加火，没有，他选择后跳一个头锤过去，这头锤还挺安全的，完了以后你可以向后做一个闪身，熊，这样到了第二局，上来中拳先摸中一发，我觉得 KZ 又很痛苦，他明明玩的是加米，那这个角色的话打瑜伽其实还是一个不错的对局的，但是他对上的是克里姆森，这个人是妖怪，他不是人，对口，哎呀，又抓中打康，马上一个确认，哦，这个伤害，用下重脚收尾的话，后手还能再压起身，那是瑜伽鬼才，前天过去点两发抢中，然后一个后跳中脚抓中了，绿冲取消一波带走，一次合成力回跟压制抓机会都做得非常的完美，下中拳开场取消轻功之点中，再一个绿冲滑铲偷针，下中脚加针压一波，现在斗气不多就开始要做调整，先往后拉，重拳摸奖防一下对手的突进，但这次胆子也挺大的，他也是笃定对手不敢跳了才敢这样连按，这里终于抓到了 KZ 的机会，好，往后躲了对手的一个踩脚趾，这一下躲了以后回报很大，
重拳又打到康，那应该是可以抬走啊。好的，这真的，你看克里姆森打这个对决，他真的很危险，让对手拿到一个机会，接下来就所有的事情都说不准了。我面对对手的这个进攻的话，他是无解的。加米打鱼加在近身黏住你以后，你这抢招也不行，你然后你这个也没有什么无敌技可以熬。一定要做好这个立回的，上来先带 CA， 这边 CA 给出去把伤害拉满，顺便压制一下对手的一个斗志，看一下起身怎么做。起身反正是不能喷火的，瑜伽打加米的话你喷火就是在送，用拳脚慢慢拖。对锅来了呀，哦哟，你这你只要忍不住一按跳，但是还没死啊，这回没什么区别了。因为这个血量的话不支持他可以继续摸奖的突进去打了啊，太凶了。我觉得法国的赛事里面大家都不太愿意遇到这个人，遇到这个人怎么打？剩下还有一场决赛，我们下期视频继续。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恭喜你正式成为了一名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那你只能是喜欢我了，对不对？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